你好，你好，你也是排长啊？排长，你不是演新兵吗？对啊，我是新兵日记，他是新兵的特战。他是老兵吗？哎呦，他在里面的关键是跟我挂一样的吗？挂一样，对，我是中卫。今天要邀请到两位，其实刚刚大家都提到，对不对？嗯，这都是实力派的演员，也是硬底子的演员。今天要邀请来参加就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进行比赛，但是比赛之前看一下今天奖励是什么。口感绵密的小巧装饰，再加上大颗饱满的草莓做点缀，可爱的图案就像是童话故事中的画面。细滑的奶油下还躲藏着绵密的香草蛋糕，夹杂着蓝莓果酱，层层变化，口味超丰富哦！演技大考验。回合第一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，我们的题目是谁吃到超呛的芥末海苔？各位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呢，就是我们的芥末粉。看，哇！它不是芥末辣，它连海苔也是芥末的吧？你们竟然运用两道的芥末来防守我！摄影棚哎，太累，这次是太烂，没有啦。好了，到底是谁知道超呛的芥末海苔呢？姚元浩是一个原住民，最喜欢吃汉人生产的超呛芥末海苔。哎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超呛的海苔，很好吃的啦。超呛的芥末海苔，姚元浩马上变身成为现在最夯的。姚元浩呛辣到变身为何方神圣，让大家惊讶连连，尖叫声不断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超呛的海苔，很好吃的啦。超呛的芥末海苔，姚元浩马上变身成为现在最夯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用一首歌来介绍我自己。老师给我音乐，人家已经给了啦。讲对马尔波，从前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。哎呦，都这样子了。是的，紧接着汉奸来了。林大远是一个想要毒害莫纳鲁道的汉奸。今天我带来了最新的饮料，我要里面还加了迷魂药，而且要给莫纳鲁道喝。哦，莫纳鲁道，我今天带来最新的饮料可乐，要来请你喝。你们原住民一定没有喝过。哦哟，你很怂，你以为我是住在山上的，没有看过平地的东西吗？你这个我有知道，这个是很咸的酒，不好喝。我们的是甜甜的小米酒比较好，这个黑黑的好喝。真的假的？但是你今天来到我们的部落，我要请你吃我们这边最好吃的超呛海苔，你赶快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大口，三猪都吃大口的。法布尼亚，法布尼亚，我吃到毛了。哇，你吃到猪毛？好辣，不是猪毛，是山猪的毛。给我水。我们这边有很好喝，你这个吃了超呛的辣椒就一定要喝饮料，喝这个就对了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真的吗的？啊，你们刚给我喝的小米酒怎么那么难喝，跟我上次喝的不一样？哎呦，我今天走出来跟你聊天，小米酒放在家里，当然是拿你给我的这个咸咸的酒给你喝啊。这一罐可乐？对。是的，
到底山猪哥有没有吃到超呛的芥末海苔呢？紧接着我们来到了日本，邝明杰也是一个美丽的日本女孩，刚好遇到年轻力壮的莫纳鲁道。孔门蛙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做莫纳鲁道。等一下，我不太喜欢跟 Japanese 打交道。等一下。之下，请你不要做，不要这样。姐，日本人到底有没有吃到超强的芥末海苔呢？统统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其实我个人绝对最确定的啊，应该是阿胖。那个很明显的，我也不是，他才两道，他是示范，哦，他示范，太明显，道远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少一个。哦，刚刚他那个可乐喝很大口。他想把那个冲淡掉，用吞的，对。有道远有红嘛？哦，到底是不是林道远呢？等一下，如果你们要试吃，要试吃，不要。喂，今天很活泼哎，今天很活泼哎。好吃啊！好吃。不行，那你得逞。天哪！进化多次。太辣！太辣！哎呀，发肥呀！怎么说那么多我自己的胡子，你们还猜我呢？哦。所以安全是三天一起吃。他什么？他全部一起吃吧。我没有再怕了。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二号林道远，他知道超强的芥末，答对了吗？漂亮！彤彤队猜对了，所以恭喜彤彤队得到一个胜利牌。第二题，有在用震动按摩器材，好不好？紧接下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现在手，脸上的台风天记者正在台风现场动。好了，刚才我已经示范过，有没有？其实还蛮好猜的，应该不难。因为现场三位的演技应该是演不出来。喂，以后对，千万不要让人家看扁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好的表演。道远是一个一心想要减肥的男孩，他想要靠跳舞来减肥。漂亮。手脚非常的酸，于是乎他拿起了震动按摩器材，想要舒缓一下他酸痛的肌肉。导演，肚子突然饿了起来，很想吃他喜欢的牛肉饭，尤其是卤蛋。哎呀，老谢，哎呀，不能吃。是的，林道远他到底有没有在使用震动按摩器材呢？紧接着，
二号姚云浩，大黄蜂天。姚云浩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检察官，绰号大黄蜂咪。平常为了要维持体态，最喜欢做的就是伏地挺身。还有脱了，我们要进阶版，那就是二期的元浩，你可以承受彤彤的重量吗？还是拿选我？选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几公斤啊？70。他举报。是吗？你不能坐腰，你坐这边。坐腰会断掉。身材健硕的大黄蜂姚元浩能否挑战成功背负的小胖？一二三！喂，你是惩罚他，惩罚我啊？哎呦，看到没有？身体有多好的检察官？对啊，身为一个检察官，其实手也是会酸的嘛，是没错。因为检察官也是人，检察官辛苦的办案，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水落石出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虽然手酸了，我还也是必须要用一下这个按摩器来按摩我的手。你那个好像鸡爪哈。我是武功阿伯，啊，你会使教我安怎绑鞋带无？是的，到底我们的检察官姚元浩有没有在使用按摩器材呢？紧接着，小林姐，城市少女美声团体，每天都要演唱非常多好听的歌曲。漂亮！哇塞！小林姐其实有个不为人知的专长，就是她会边用震动按摩器材边打毛线。哎，还是能打哎！哎呦，还是能打哎！好厉害！好厉害哦！哦，各位，小林姐到底有没有在使用按摩器材呢？彤彤队到底有谁在用按摩器材？我讲一句良心话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小林姐啊，她真的很努力的啊，就是把那个。有弄那个震动器按摩器的那个表演出来，可是啊，他那条线真的很不争气。他那条线啊，即使啊小林姐不动啊，他那条线还在动。喂，好了，所以你们觉得是三号小林小林姐，你们觉得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太明显了。好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到底是谁有在使用按摩器材呢？检察官，我们先看看好了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元浩到底有没有在使用按摩器材？金刚狼嘛，武棍阿伯林道远。哎呦！好了，小林姐到底有没有在使用按摩器材呢？耶！哎呦！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的三号小林姐有在使用按摩器材，恭喜彤彤答对，再得到一个胜利牌。马上进入第二回合，演技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我们在演技大考验之前呢，有个需要介绍的，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呢有一个这个苦瓜。我们这个苦瓜呢是从这个云林县西螺啊有一个吴班长，产销班的吴班长，他用30年的时间研发出来的。他把这个苦瓜呢，可能有些小朋友他很怕去吃这个苦瓜，但苦瓜它是一个退火很好的一个菜。但他研发出来的这个苹果苦瓜呢，它是苦味少了，多了一点甜分，所以让这个不爱吃苦瓜的人多了一项选择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要跟大家先介绍。紧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演技大考验啦。我们演技大考验要考什么呢？哎，还没试吃哦，对不对？应该来吃一试啊！你们真狠，叫我先吃苦的。哇，你们好狠啊！你们啊，我就叫林道远。你叫我真的会饿。你吃吃看嘛。你吃吃看。你比较苦的，你咬一口吃看看。不苦了，这个不苦。不苦。那吃一口苹果苦，来吃一个甜的。
苹果苦瓜味道怎么样？这个苹果苦，现在吃的是苹果苦瓜，各位，这甜的还没咬，一放到嘴巴就是甜的。你试试看，到底试试看，甜的吗？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那么苦。他一咬下去，它有点像糖水先出来这样子，先是甜的。等一下，先把吴班长的电话抄下来。好，然后我应该就会吃苦瓜了。我讲各位电视前面朋友，还有我们现场朋友，是不是给吴班长一个掌声？太棒了！还有研发出来这品种，应该是以后就变成世界性的品种，好不好？这苹果苦瓜非常的好吃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的题目就是谁吃到超苦的苦瓜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第一，一号俊汉哥。他是忍者部队一直在江户时期非常神秘的部队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可在无声无息之中取下人的手机。哎呦，我也不见了。下去，哇，又下去。不要刀子会砍到人。雕虫小技，竟敢在此搬弄，看看我。这些暗器统统被我抓住了。可是你的头上好像有插着一个东西哎。哎呦，难怪我觉得头有点痛痛的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听说，我们公主很喜欢吃苦瓜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切苦瓜给她吃。说说，说说。我已经切好一盆，我听说这个要给公主吃，所以我一定要先以身试毒一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毒。很苦，是一个好苦瓜。忍者俊汉哥到底有没有吃到超苦的苦瓜呢？紧接着，宫廷御厨对刁蛮公主心仪已久的宫廷御厨爱臣，今天决定用他最得意的料理技巧来对公主示爱。公主身边埋伏许久的主厨，她喜欢吃的任何料理我都清楚，更清楚的是她喜欢什么口味的男人我都知道。是的，就是我这一种口味的男人，她最爱。没这一段。报告大主，是刚刚我已经把苦瓜切好了，是，请你试试看，我刚刚吃过了，没有毒。你刚刚吃过了，没有毒，但是我得吃这盘了。哦，不然两盘都给你好了，这一盘比较好吃。退，这不是人吃的。这时天上传来了一个声音，告诉御厨再吃一口。天上传来的，是的，我们的御厨到底有没有吃到超过的苦瓜呢？紧接着，刁蛮公主篇，刁蛮公主彤彤是一代美女。睡不着觉，好奇怪，都失眠，睡着了好多豆豆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。公主，我又来了。你来干嘛？想你来看看你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因为我刚好闲得发慌。想要你扮一只乌龟给我看。我人生是有原则的，扮什么都可以，不能扮乌龟。不能扮乌龟，好吧，那你给我打。好，我扮乌龟。喂，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你有原则，不能扮乌龟？我扮，我喜欢乌龟。好吧，那你扮一只被我打的乌龟。不要，等一下，
这盘苦瓜。我知道，因为你长青春痘，所以要自然配合。来，请吃一片。真的好吃哈、哦？好吃。痘痘会不见哈、哦？不见。肚子超骗你的。有没有吃到超苦的苦瓜呢？元浩队，到底是谁吃到超苦的苦瓜？请派代表作答。你觉得谁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哪一个是苦？这边对不对？对。你试一试看看，我们看一下你的表情。还吃啊？苦的苦哦，在脸上表情跟吃到酸的表情是不一样的。对对，你再演示给我们看。你是真心的哦，你不能用吐的。哇，他的脸好苦哦，他的脸怎么这么苦啊？苦不苦？我知道是谁了啦。相信我，好，一号，一号忍者，到底是不是我们忍者知道超苦的苦瓜嘞？大厨，你们都觉得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觉得大厨演的蛮像的啊。养肝啊，天哪！哪一个？哦，所以大厨不是，公主。超甜。超甜。眼睛很差，我要试试看有没有比刚刚那个。忍者去看歌，我试看看好了，我试看看。哦，错一个变苦的，好吃。甜，好吃。苹果苦瓜真好吃。正解，而我们的正解呢，是我们的三号桶桶吃到超苦的苦瓜。元浩队猜错，恭喜我们的桶桶队再回到一个胜利牌。哇，是的，马上我们呢，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奖励是什么好吃的。是绿野森林的莓果蛋糕。我现在嘴巴好苦，好想吃一口。不可能，你赶快吃。我想看到你这样子样子，脸上还粘了两个贴纸，吃起来什么感觉？你看，满满的果酱。哇！它的奶油一定很新鲜，我很香。奶油马上化开，苦味真的完全没有了。然后后来铺上比的是蓝莓的香气。哇！好吃哦！哦，俊翰哥，俊翰哥，我觉得什么叫做苦尽甘来？真的是苦尽甘来，好好吃哦！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好。玉厨，还有布丁，让我想起那一年跟我一起初恋的女孩。今天我们的彤彤的恭喜他们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，记得每周一周五晚上7:30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